我是刚玩的车长，在110年1月19号，台北站20点40分，走84。哎呀，基隆，哎，上次那个齐天光那个坏掉了，那一组我记得。刚才说通报这一组的。1060，现在1607，到屈原洲。九三一港基隆。我刚才什么车次？哦，1268次啊！看基隆，就三星港基隆的，用604、607，用600去兰州。在台北站驶离谢哥，你就那么。